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板信，今天来教大家如何使用团长的队伍做出一个手消30期的玩法。那首先第一个，你这边要掌握，你要有派克洛达哦，然后或者库洛洛的其中一行，你要搭配水暗星有没有？然后再水暗星之类的。好啦，暗星水暗星之后，团长开下去，再开这个，理解吗？OK 吗？看好了，眼睛不要眨哦。手消30息，一波七刷过去。bling bl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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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ing。说服，哦了哦了 ，K， 哦，谢谢各位。我靠，这样还有10亿哦！我才开2张而已，谢谢各位，手消30星。